11月23日在南昌举办演唱会，今晚20点开票，想要现场感受天籁之音的歌迷不要错过，记得定好闹钟准时抢票哦。抢票平台大麦、猫眼、票星球。今年周深9.29赫兹10周年巡回演唱会已官宣12乘18场，让周深成为内地最年轻体育场巡演歌手。演唱会场场爆满，叫好又叫座。去过周深演唱会的观众无不被他的顶级唱功折服，也被他的真诚所感动。2024周深9.29赫兹巡回演唱会剩余的场次不多了，只还剩下已经售罄的苏州场，还有今晚开票的南昌站和尚未被官宣的南宁场了。思念在发生，山水温泉，一同分享岁月和星辰。我确信确认你是那个人，我承认不再纯粹心事那么沉，已经超困在你的眼神，倾诉生根深。毕业于东欧百年音乐学院，是获得前苏联功勋的乌克兰国宝级男高音歌唱家关门弟子，学习正统意式古典美声歌剧系男高音，非常纯正的科班出身，且掌握6门外语。除此之外，他的出色之处还在于能婉转流行、美声、民族、二次元，能力强大，风格不受限。因为能吸引各种领域的不同歌迷，具体到底有多厉害，到现场感受一下就知道了。22日，周深依然在云南录制《奔跑吧，茶马古道》片，录制中周公子可是请客全剧组哦。本来以为21日晚结束金奖表演，马不停蹄赶到云南录制了2天跑男的周深，在结束录制后会稍微休息一下，结果22日 IPSA 音符沙官宣周深24日20点空降 IPSA 天猫官方直播间，开启超级挑战，解锁流金领域。这就意味着周深又要马不停蹄地赶回来为24日的直播做准备。说到直播，王者荣耀22日也官宣2024王者荣耀共创之夜正式开启直播预约，大家记得27日晚17:30准备看直播看周深哦。王者荣耀共创之夜的直播结束后，深深就要准备31日天猫精灵的直播了。22日，天猫精灵也再次发布预告了今晚19点新品发布会，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看一下。怪不得就连跑男姚 PD 都说周深的档期特别难约。小小一盏灯光，点亮不大的地方，厨房里的热气氤氲了玻璃窗，摆整齐的碗筷摆在餐桌上，吵吵闹闹的孩子在等妈妈煮的汤，天台晒的衣服有阳光独特的香，辗转天涯的人你安心往前闯，家就在你背后，别怕也别慌，你是家的一角，一家谁都不能忘。就说周深的舞台后劲到底有多大？22日，中国新闻网文娱官微再次艾特周深，转发了周深在大湾区艺术节后台专访的视频，全程发布说，
著名指挥家谭盾对周深的评价好高。大湾区文化艺术节19日开幕，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节目是由著名指挥家谭盾与歌手周深联手呈现的声音河流。谈及和周深的合作，谭盾评价周深是一个非常用功的艺术家，他一用功就会非常放心。周深具有国际风范，对巴洛克时期的音乐风格有很深的认知，他用自己的歌声征服了无数听众的心，也让我们更加期待他未来的精彩表现。看这边，searching for you.